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这个红烧鱼，然后虎皮辣椒蒸毛豆炒肉。用泡椒炒的这个鱼，你要看了看，你不要整个偷个那个。黄焖的牛腩，牛腩跟土豆，好好吃。好好吃啊！这个黄焖枪有活动，平时是发六包，是8月16号到18号24点，19.9给大家发八包，多赠两包啊！你相信我，真的好好吃。我这个没有放其他调料，我姜都没有放。
回去做黄焖鸡、黄焖排骨、黄焖那个土豆都可以。相信我，今天我们吃炒的这个猪耳朵跟莴笋红肠，家里没有菜就随便炒一点。